发车，为无动骨，啊，为上骨，为颈，为颈骨起，再为一枕，再为膝盘，啊，再为领带，啊，再为弦关，一只放落，一只啦。即搭伫即所在放落，啊，到大台了，是话轻轻恢复原来。即太极操比咧拍拳也搁较重要，所以吼，即就是六式的太极操就是吼，咱关系到五脏甲六腑，安尼就是甲三焦就对，啊，安尼就是叫做太极操六式。这就是关系伫遐，咱若无搁较无用，你来甲比者，对咱身体绝对有帮助。